画跟其他的不一样，画画的人是有点执着的，他想走这条道的话就想把它走出来，想做画家的人就要吃苦嘛，就要顶了，有时候一辈子都躲过去了，跟赌博一样的，赌得出来就赌，赌不出来就完了。这些没有技术性的，他八十年代的画就参展了，在湖南，他是野草画会的协会的那个画家，刚开始有落差，不过那种落差很快就消失了，要养家过日子，要赚钱糊口啊，明白吗？怎么会落差呢？你得生存呐、啊。按平方算，按张也可以，几百块钱。有的是外省的画廊的老板，或者是开公司的，酒店会所呀，什么老百姓自己家买来挂的也有。啥呀，老板？这模特车手这种多少钱？这个？嗯。280。280一张啊，就这么大。哎，一张。客人定要的话一。同样一张画可能他每个月都要画三五张，我们不是属于画商之类的吧，画家算不上。你画画在大风都待不下去，哪里都不要去，大风是要求最低的地方。